好了，休息回来啊。下面呢，我们的模块三是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。平衡力我刚学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其实相互作用力咱们也学了，同志们，真的你不耍赖不了啊。我们讲力学第一讲的就是力的作用是什么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相互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今天这属于复习啊，复习。来，那咱们把相互作用力再复习。平衡力不用复习，你刚讲完是不是？刚学了。1分钟前学完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看着啊，这火箭升空啊，这升六有点早了，应该是升16，现在是不是？对吧？有点小啊，升16。它升空的时候就靠怎么样？燃烧向外排气，是不是？对。当年杜老不是当年，就是当时杜老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还弄个气球演示了一下，是不是？气球。都是飞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是怎么样？它向下给大气一个力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大气呢？嗯，对，它有一个向上的反。向上一个反作用力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就你给大气一个力，大气再给你一个力，是不是？对。相互作用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人呢，躺在地球上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你看人啊。哎，嘴里叼的什么呀？是啊，嘴里叼的什么呀？人躺在地球上面的话，地球会怎么样？对人有一个支持力。地球会给人向下一个支持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说你地球，尤其下面再搁一块是一块石头，要是不搁的话，对。那你想，你向上搁我，给我一个力，我能饶了你吗？我肯定反过来对你地球怎么样？有一个压力。下还有个压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下还有个压力啊，对吧？有压力。就是你要向上搁我头，我肯定向下压你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给我一个力，我就给你一个力，以牙还牙，是不是？你敢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也打你一下，是不是？就这意思啊。人和地面之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是绳六和大气之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相互作用力是在几个物体之间？那应该两个。是不是两个物体间？A 对 B 的和 B 对 A 的，是不是？相互作用力是两个物体之间产生的力。我们刚才的平衡力，杜老师怎么强调来着？同一个，哎，是重要的，一定要在用同一个物体上，是不对，是？同体。同体是不是啊？嗯。你看相互作用力不是啊？相互作用力在两个物体上，是不是？嗯。对吧？你绳六给大气一个力，受力物体是大气，是不是？对。大气给你绳六一个力，受力物体变成谁了？绳六。绳六，说是两个物体上的，对吧？嗯。好了，那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物体间作用总是什么？相互的。物体间作用总是相互的，是不是啊？这第一个讲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 A 给 B 一个力，那 B 肯定反过来怎么样？给 A 一个。给 A 一个力，是不是啊？势力物体同时也是什么？受力物体。受力物体是不是啊？对。对吧？你说那拳头踹人家一下，不是拳头不能叫踹哈，拳头倒一下人家，给人家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说老师不吃亏，我手打他了，他也打我手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样呢？那我拿个棍子来 敲你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不行啊！势力物体是它是同样也是受力物体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是不是？有点废话啊！我们把物体间相互作用的这一对力叫做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就是我打黑板的力与黑板打我的力，一个叫作用力，那另一个叫什么？那就叫反作用力。反作用力是不是啊？对吧？火箭绳六作用于大气，大气怎么样？反过来作用给十六，反作用于你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啊，两个力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也叫相互作用力啊，也叫相互作用力。你比如说这个啊，你把一个木块放桌子上面，它们俩有没有相互作用力啊？木块放桌子上，有，肯定有吧？对，木块是不是向下压桌子？对，受力物体是谁？压桌子，桌子是受力物体。所以一定要画在桌子上面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要压桌子了，桌子能饶了你吗？不行，肯定要向上怎么样？向上顶它，向上顶你，是不是啊？但向上顶的那个力，我们习惯叫什么力啊？那支持力，支持力是不是啊？对，哎，但是这个力的受力物体变成谁了？支持木块，那就是木块，木块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但是我画这个地方呢，由于这个木块跟这个桌面是接触的，所以说不好分开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地方往往是考试的一个考点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弄明白了，这个受力物体是谁。它给桌面的力，受力物体是桌面，是不是？对。桌面给木块的力，受力物体是谁？木块。所以你一定要画清楚，画清楚。好，这个放大以后，你看放大以后就看出来了，这两个之间是分开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啊，但它们是同种性质的啊，同种性质的，就是压力和支持力是同一种性质，都叫弹力，啊，高中会学。永远都不可能出现什么呢？说重力跟摩擦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，不可能，
永远的不可能啊。但是重力和摩擦力有可能会成为一对平衡力啊。拉力跟摩擦力也不是同一种性质的力，但是拉力和摩擦力有时候是一种平衡力，但它永远的不可能是相互作用力啊。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力只能是摩擦力。比如现在我手现在搓这个黑板，我手是不是给黑板一个摩擦力？对。但是黑板给我手的那个力肯定是什么？摩擦力。也是摩擦力啊，只能是这样。你看这个弹力跟这个弹，这两个力实际上都是弹力，是不是？对。压力和支持力，它们都属于弹力的高中的时候啊。好，那好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特点啊，你看啊，这两个力大小肯定什么关系？嗯，相等。相等是不是？这就不做实验了啊。方向呢？方向相反。也作用在什么？同一条直线上，这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但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它跟平衡力有什么区别？啊，作用在不同物体上。对，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啊，这都是一样的。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对吧？嗯。经常考的考点啊。好，同学，下面这个，这个思考题啊，来，粉笔盒静止在讲台上，请分析粉笔盒受哪几个力的作用？几个力？两个力。刚才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。一个什么力？重力。谁给的？地球。地球给他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他还受不受别的力了？嗯，讲台给他的支持力。支持力是不是？对。受力是不是也是他？对。注意是讲台给他的，对吧？嗯。讲台给他的啊。同学们这样啊，你看着啊，这一通刚才就晕了。林老师，你看你刚才上一题的时候，嗯，你看你说讲台给他的支持力，你把力的作用点画在这个地方了。是不是啊？对。怎么这题你就画这地方来了呢？所以这是可以的，啊、哦，这是可以的。就说我们将来力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受力分析，就是把一个物体受到的所有力给分析清楚了。那一个物体可能受两个力，也可能受三个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像比如说这同样的物体，你看着啊，同样一个物体，首先地球给它向下一个重力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呢，地面再给它一个什么力？地面给它一个支持力，实际上这是应该作用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再画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然后现在有个拉力，拉力实际上作用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然后给摩擦力分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要这样画的时候，是不是乱了？这有点乱。是不是啊？嗯，有点乱。哦，那我们为了这种受力分析方便，我这个时候就把整个物体看成一个点，实际上高中的时候一个专业的词汇叫质点。嗯。就把你整个物体。就看成一个点了，我就不计较你体积大小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既然不计较你体积大小的话，我画在这个地方跟画在中间是不是一样了？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后注意，好，是一个物体，当一个物体受到的力比较多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把它画到一个点上。对，所有力的作用点都画到正中间来的。啊，比如它现在受到相应的拉力，那你别画在这个地方了，你画在哪呀？画在那个点上面。对，都把它画到这个点上面。比如说，假设地面现在给它一个摩擦力，你就别画在下面了，画哪呀？画在那个点上面。哎，也画在点上面就行了。啊、哦，因为现在我已经把你整个物体想象成，就想象成什么？一个点。一个点是不是？嗯。有的时候就需要把一个物体看成一个点。你比如说，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比较长，是不是？嗯。咱们现在有一辆高铁，啊、哦，从北京开到南京去，你说你有必要计较是火车头先出？火车头先到南京的还是火车尾先到南京的？有必要计较这个吗？嗯，没有。肯定没必要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肯定怎么样？我就把你整个一辆高铁看成一个什么了？小点。你看这个小点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北京到南京的总距离除以你路上走的什么？时间。就是你的什么？速度。速度是不是啊？对。有必要考虑它车身的长度吗？没必要。就没必要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就没必要了啊！当然过山洞的时候得有必要记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哎，回到这个题目上来，讲的有点扯得有点远，是不是？嗯。他就说到这两个力共同作用，是不是？好，我问的是他们的作用力和他们的反作用力是谁？那是他们指的是谁啊？是那俩力。这两个力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我一个一个来吧啊，一个一个来，还大致作用在谁身上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一个一个来啊，我先是支持力吧。那就是它的这个支持反作用力是谁？那就慢点，你看这个力是谁给它的？
桌子不是讲台，讲台给他的是不是？对，那反作用力肯定是他给讲台，他给讲台的是不是？对，你敢向上压我，那我肯定干嘛？我压你，我向上压你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让我们找这两个力的反作用力，我先找他的，他的反作用力肯定是他给谁了？他给这个讲台的一个压力，讲台了是不是？嗯、所以受力点这一定画在哪？画在讲台上的，一定要画讲台上的是不是？对，哦，还缺个谁？还缺一个重力，重力是不是？嗯，好，重力谁给他的？地球，地球给他的是不是？嗯，那他的反作用力一定是他给地球的是不是？有吗？是不是？你这是不是觉得不敢想呀、啊？不敢想，不敢想也得想啊、哦！我跟你说，树上挂个苹果是不是？啊、嗯，被地球给吸下来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牛顿告诉我们，是因为地球给它下一个吸引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地球向下吸引着苹果，这苹果一定会向上吸引地球的。那为什么苹果下来了，地球没上去呢？那看你以谁为参照物了。哦。你要以地球为参照物，苹果向哪呢？嗯，苹果向下的。那我要以苹果为参照物呢？我就假定苹果不动了，是不是？嗯、那地球干嘛了？那地球向上了。地球向上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这个运动是相对的，是不是？嗯，看那学位参照物了，是不是？嗯啊，这是一种理解方式。其实还有一种另一种理解方式啊，就是虽然说他们俩，地球吸引苹果的力与苹果吸引地球的力，他们的大小虽然相等，是不是？对。但不代表你的作用效果是一样的。力的大小相等不代表作用效果是一样的，因为你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，可是物体具有什么？具有惯性是不是啊？对，我惯性大小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苹果的质量非常小，因为惯性跟质量有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苹果的质量非常小，我的运动状态很容易被改变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我地球呢？嗯，非常非常大。我地球的质量非常大，我的运动状态就不容易被改变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又扯远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再回来，那就是吸引地球的力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吸引的，啊、哦，只不过是他吸引地球的力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对地球来说是不是、啊、嗯，忽略不计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把课堂笔记整理一下啊。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的相同点有哪些？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这都是共同点吧？对。还有呢？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。哦，作用在这都是共同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有个不同点吧？嗯。平衡力是作用在？啊、哦，平衡力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。平衡力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怎么写呢？通俗点写，作用在同一物体，通俗点这样写啊、哦。平衡力是怎么写？怎么写更好理解一点？反正这个意思就是得理解，是不是？平衡力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，是不是？同一个物体，哎，或者是平衡力两个一对平衡力是同一个受力物体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吧？这样写，同一个受力物体，同一个受力物体，相互作用力呢？相互作用力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物体上。相互作用力是作用在什么？两个不同物体上。就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的受力物体上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看杜老师都不偷懒，是不是？给你写一下，说明这个很重要啊。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，是不是？对。嗯。作用在两个不同的受力物体上，对吧？嗯。哎，就是你相互作用力是作用在两个物体上，平衡力是作用在一个物体上，完了是不是？嗯。好。好了，下面课堂练习啊。好孩子，现在你肯定要暂停视频，是不是？嗯。暂停视频怎么样？得做一遍。自己把它做下来，然后打开视频听老祖讲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。